姑娘，你能带我走吗？阿姨有点害怕。哎呀，姑娘，你在哪呢？阿姨，您这都50多了，还玩这个游戏呢？不好玩啊！我说这游戏不好玩，我那儿子一天天就知道捅咕这玩意儿，一进游戏就撒丫子，一天天的，哎，跟我一点都不对付。阿姨，你们比心小姐姐不就是教人打游戏的吗？教教我呗，我学会了跟那小子 PK。阿姨，我在比心这么久，其实很多年轻人也跟你一样。那阿姨你就当我是您闺女吧，我多教你一会儿，我们慢慢来。好，姑娘快过来，我这有个八倍镜，什么玩意儿我也不会使。哎呀妈，你别玩了，你别折腾了，搁这块儿，我带你直接逛街行不？我有超能力。你得了吧，刚刚还有个跟我说他会隐身的呢。啥？隐身？这不瞎说吗？是吧？这不是瞎扯吗？还隐身？哎哎哎！谁呀？怎么回事？这回你信了吧？信了信了。那大侠，你的超能力是什么呀？我会瞬移。我可以看一下吗？那你可看好了啊！这个你一个人看的啊！哗哗，嘿，唰唰唰唰唰唰唰，滚！干嘛啊？我还可以再滚，有病就去治病。哎，动手了是不是？是不是动手？行，等着，我去比心钓人去。杀！